喺夏威夷檀香山，一名中国籍女子被人不明液体，导致严重烧伤。警方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二级谋杀未遂。呢名中国籍女子25岁，系一间私立大学嘅客籍中文教师，正在进行佢第二年嘅国际交流。事件发生喺星期二晚上9:15左右，女教师喺一间叫做阿拉莫拉纳嘅购物中心附近散步，突然之间有个黐线佬走埋嚟向佢泼不明液体。女教师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乜嘢事，正系感觉到痛楚无比。佢跑入去隔篱嗰间健身室揾人帮手，健身室嘅工作人员立即送佢去浴室冲水。女教师面部、手臂、上半身烧伤，同时因为遇袭嘅时候吸入液体，导致喉咙同肺部都受伤。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郭兆春强烈谴责凶手残忍不法嘅行为，总领馆已经派出工作小组紧急赶去檀香山展开工作。波士顿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不满华裔同学张贴标语声援中国民主运动，作出恐吓要斩咗对方只手落嚟。波士顿联邦法院经过4日嘅审讯之后，陪审团裁定26岁嘅被告吴少雷网路滋扰及跨州发送威胁信息罪名成立，案件将会于4月24日判刑。根据量刑指引，每项罪名可以最高判入狱5年、监守行为3年以及罚款25万元。事件发生喺2022年嘅10月22日，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一名学生喺校园附近张贴标语，或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标语上写住：我哋要自由，我哋要民主，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吴少雷为此感到不满，分别喺当日同埋随后2日，分别透过电邮及社交媒体 Instagram， 仲有校内嘅中国学生及校友微信群组，公开张贴标语学生嘅电邮地址，要求网民起佢底，向中国当局举报呢一名同学同埋佢嘅家人。如果对方唔将标语搣翻落嚟嘅话，就会将佢只手斩咗落嚟。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2月17日，我将会在 Bill Graham Civic Auditorium 举行我的演唱会，到时我会为大家带来我的金曲，希望和大家一起唱。2月17日，千祈不要错过了，到时见。一旦发生在加州2018年的案件，一名现年32岁的女子施碧雪儿和刚结交1个月的会计师男朋友在家里吃完大麻之后，神志失常，拎起把刀插咗佢男朋友108刀。回一回神，发现男友只狗喺后面系咁吠，再扑过去插只狗。108刀，呢个男人当然即刻死咗啦，只狗亦都重伤。而加州嘅法官最近判刑，疑犯缓刑2年，即系唔使坐监啊。死者嘅家属批评呢一项裁决恐怕会开咗先例，给予食咗大麻嘅人一张杀人许可证。搞咗咁耐，女作家诽谤案终于都判咗啦。前总统特朗普是需要赔偿8330万，其中6500万是惩罚性赔偿。陪审团认为特朗普对于女作家卡罗尔的行为属于恶毒和肆意。在之前，女作家卡罗尔控告特朗普在上世纪90年代对她进行性侵。陪审团裁定特朗普赔偿1830万作为补偿。去到2019年的11月，卡罗尔提出诽谤诉讼，指控特朗普说他提出性侵诉讼是为了令他的书可以更加畅销。这一宗案件终于可以说画上一个句号了，是时候要给个 like 我的了吧。其实我不懂得笑，然而为了需要，就遇到什么心中渴了都不切。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2月17日，我将会在 Bill Graham Civic Auditorium 举行我的演唱会，到时我会为大家带来我的金曲，希望和大家一起唱。2月17日，千祈不要错过了，到时见。国际法庭就着南非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的诉讼做出中期的裁决。法官认为南非合理，法庭承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有权受到保护，免于受到种族灭绝的侵害。法庭颁令以色列在权限内采取一切的措施，防止加沙发生种族灭绝的行为，并防止及惩治直接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然即刻回应了，表示以色列将会继续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捍卫国家和人民，同时坚守国际法。而国防长加兰特就强调，
以色列是不需要道德的说教去区分恐怖分子和加沙平民。以色列军队会继续行动直至瓦解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军事和管治能力。三藩市泊车艰难呢，就是人都知道的，比香港更加严重。人人都有的车，又不是每个商业区都有停车场。很多人在迫于无奈底下都违法泊车。三藩市一位叫做 Case 的居民，经常有车泊在他门口挡住他 driveway， 他周不时都要 call 拖车。由6月开始至2023年底，他一共打了99次311电话向市政府通报违例泊车，每一次都要搞几个钟头，拖走了部车他才可以出到门口。三藩市拖一拖车呢，都要罚成580元才拖得回家车。换句话说呢， Case 帮三藩市政府进账了58000元的了。英国林肯郡野生动物园近年变成了游客的景点，游客入到来都是为了看五只鹦鹉，望着他们人人都忍不住笑，揿着个肚，拍晒片在网上疯传。到底为什么这五只鹦鹉这么吸引呢？是因为他们由朝到晚用粗口互相问候。这五只鹦鹉属于非洲灰鹦鹉，在2020年入主动物园没多久之后，饲养员就发现他们会讲粗口，相信是其中一只学了之后感染了其他四只。饲养员形容在鸟舍里面简直好像见到五个中年的码头孤立放下午茶时段一样，最正就是他们互相闹闹下之后又会奸笑的，个情况就好像这样。你傻瓜，哈哈哈哈，你哈哈，将他们五只独自隔离了三个月之后完全无效。后来动物园又收到另外三只鹦鹉，出现什么事呢？大家应该估到了，没错了，另外那三只都学了粗口。八只鹦鹉就好像两台麻雀般互相对骂，搞到院方需要在鸟舍隔离动个大牌，就话入面你将会听到粗口，请各位敏感人士有心理准备。院方现在将行动升级，推动一个叫做隔离分途计划，希望能够独自矫正每一只鹦鹉讲的嘢啊！今日嘅新闻报道完啦，喺下面留言可以同我倾下偈噶。今日嘅时间系唔多。